一二三，这是我的麦克风。已经在倒数了。我可以帮你拿一个东西吗？这衣服在那边。哦，谢谢，太棒了。就是。觉得怎么调？我没有，我只是刚刚在听，我就不可以问你。你如果你要这样走，比较有安全感，就这样。你想怎么调？我想要把那个带给时间，就等一下可以往前，就是后面两首想要往前拉，前面两首往后拉。后面两首比较好。就是他跟你放，没有放，就是每一首。先听，等下我就反正导播会准备，也许我就先听，不要到。坐到谷底，豁然开朗，才明白。
欢迎收看今天的安安大明星。我们今天来了一个新朋友，然后这个新朋友就是真的很新，但是应该有人在网络上会听到一些你的歌了啦。然后你的大名都会伴随着一个大明星，然后就一起在最近在搜寻过程当中会被看见，是吧？是的，是的，真是哦，帅哥。那我就介绍一下自己，我叫 Morrison 马世昭。你为什么突然间讲话要给我换一个腔？哦，我是 Morrison 马世昭，大家好。马世昭，大家好。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好好好，没事。新朋友呢，就用一个新的方式，希望可以让大家认识。欢迎今天来到安安大明星，谢谢谢谢。然后我觉得在那个接到你要来的那个过程当中，先是一阵讶异，哦，这个人要来哦，那他谁？然后我就开始去听你唱歌，然后说哇，赶快叫他来，我想要听他唱歌。然后刚刚我们在那个，在算是我们刚刚在那个怎么讲，算暖场吧，试唱，试唱还可以吗？喜欢这个？喜欢，我只是会怕吵到大家工作。哦，这也是我们这里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那个就是比较特别的服务，然后希望你今天让他们觉得是舒服的。你唱的难听就是打扰啦，那你唱的好听对他们来说就是享受。OK， 所以这一切就取决在你那个本人这个看看怎么样。刚刚那个你很敏感，很敏感，因为你特别敏感。然后我当然知道，就是你是一个有有技术的人，然后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然后又是一个非常细节讲究的人。懂，你懂我，对吧？你懂我，你是一个你是一个科技文化人的概念。是是是是是。然后怎么会想到就是自己想要唱歌，这个是一个从小的想法吗？我其实从小就学音乐学蛮久，我4岁就开始学钢琴，然后学了一直学就学到现在。然后我一直就觉得音乐是我生命跟生活一部分，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不能缺少。然后就想说之前铁下心来就过来台湾做音乐，这样。对对对对，你就一直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对，我之前在美国生活。哎，这礼拜是母亲节，你说你都跟妈妈在美国？对，我跟我妈妈两个人在美国。啊，她现在还在那边？她现在在美国。那是哦，那你常跟她会联络？对，我会跟她视讯啊，然后传简讯什么的。对，你们那里也过母亲节吗？在你在有啊有海外生活的时候？有。她知道吧？你要回去陪她？不可能。我应该回不了了。对，最近太忙。最近太忙了。所以就跟他视讯送个礼物给他。有为他做什么准备的 special？ 那不能说，他知道了就哪会啊？他会看的。他现在正好有在看。他只会偷偷看的。现在几点？我不知道耶，现在几点？美国时间现在几点？我们现在4点啊，4:10。你在哪？你是哪个城市？美国 LA。哦 ，LA。LA 是晚13，哎，19个。15吧。15还是13？14、15。所以还在昨天。Yes。对对对对对对。哦，好，所以妈妈可能在睡觉。总之不能说了，天快亮了，应该1点，现在半夜1点，对，1点有可能，但还没睡，妈妈还没睡，有可能还没睡啊，好棒哦，对啊，对对对对，虽然看最好妈妈在看你，这样还蛮好，希望她在看我，嗨，妈妈，对啊，跟她 say hello， 哎，这很酷哎，我觉得就是透过这种画面，如果你妈妈真的来看，欢迎她在安大明星线上留言，看有什么要跟儿子说的，有没有吃饭啊？ Alright。 妈妈最后会跟你讲什么话？他没，他不太，他觉得我蛮能自立的，就不太会说我什么。哦，对对对，对啊，你们在那个海外生活的人，感觉上都比较独立一点。对，他会问候我最近好不好，忙不忙，工作嘛，就问工作的事情会比较多。对，很特别的。
哎，进了这一行，然后来到台湾，这里对你算是个陌生的地方哦，很陌生，非常陌生。你来多，所以你来几年就只认识几年那种概念。你现在是第几年在台湾？我第二年，才第二年、哦，第二年在台湾住台湾、啊。可是你都在这里，就是一个环境里面就做音乐嘛？对对对，也没有特别跑来跑去的。没有，我就是自己有个工作室，音乐工作室，就每天就是进那个 in house， 然后就回家，学烟回家，然后会运动啊。我很喜欢运动、哦，因为之前生了场大病，所以我觉得运动非常重要。那你现在在台湾最远走到哪去了？最远走对啊，南来北往的。我上次有去台南还高雄，高雄台南高雄也是因为做了歌手之后才去对校园的校园哇，最远就是高雄。同学应该很爱你吧？还不错，反应还不错，一定欢迎大家常常找他去跟你们近距离的见面。对对，你们会欢迎大家。我认真说，我觉得等一下大家有如果有机会真的留下来听他唱歌，你们应该会爱上他。你这个我压力就大了不会不会不会，我认真。如果唱不好怎么办？今天唱完之后就你慢慢就会吸一票的那个很多女生应该会因为你的歌声然后就是对你着迷。你 不能好话不能说前面、啊、这没有不然我压力好大、欸、这未必是好话，这也许是麻烦，也是这是对你造成困扰，搞不好你老板回去会跟你说不准啊，也是对，然后那边我们就是音乐上讲就是一个很迷人的声音，然后歌都是自己写的，歌都自己写的，我们也不能说哇你运气好好找了这么会写歌的人写给你，是没有，他是完全就是自己才华的展现、啊嗯、然后有一些人帮忙他可能在词的上面多一些词啊制作啊对不对混音啊就制作方面、哦、对对对对。哎，说句实在话你就是出道了嘛，有一个很有名的老板，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可能让人家多有机会看你一眼，是，可是我相信见到你的人应该都会觉得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 你通常怎么自己介绍自己让新朋友认识？然后我们一个节目开始，我们刚刚就是闲聊开始的、啊、所以我们也没有机会就是这样、okay， 哎好我什么的，你通常会怎么我介绍自己？我不太会介绍自己，我都是认识久让别人慢慢发现那一种啊。怎么那么酷？我就比较低调，我怕那叫低调，那个叫臭屁吧。那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介绍、啊。我懂，我懂，对对对对，是一种那个不知如何是好的那种，是是是，小词穷，但是内心热情澎湃，希望你听歌就认识你了。是，听音乐应该就可以认识到、嗯。刚刚那是一个就是戏剧的那个搭配的音乐，嗯、可是把戏剧拿掉，它就是一个很独立存在的、很好听的情歌，是吧？嗯、你刚刚这样讲，那个歌，那不其实是那首现有那首歌，然后老板他人找到了、那个，对，找到，因为他做了一部作品嘛，对吧？需要这个，那举不避亲，肥水不落外人田儿啊。是的，时候对哇、就是，我家的人唱歌真好听，然后就把它摆进去。他讲话又不是这样，跟你在那边瞎闹没呢？就是你知道，就是遇到第一次认识的朋友，然后觉得哎，你是一个很值得。就是慢慢去了解的人，所以也希望借由今天跟你的对话过程当中给你很多的那个帮助。嗯，制作人对你很好，他说你脸泛油光，要我拿哦，太棒了，我超容易出汗的，谢谢。他是发亮了，那应该不是油，帅到发亮。没有没有，这真的是油，真的是汗。好喽，好。擦一擦您的脸上的油光，比较然后就丢给你的经纪人就好。没有没有，我放口袋就好，放口袋。好，是个有礼貌的人，卫生纸往自己的口袋里面塞。OK， 对他喝水了，因为他要唱歌了。哎，刚刚那个歌我们听的是那个 MV， 我们先唱其他歌好了啦。那个我刚刚有听他现场唱，超厉害的。来听那个另外一首，就是最近也可能在网络上。比较容易那个找到的，对，这首歌 MV 蛮有趣的，它是一个立版，就是竖着看的 MV， 就刚好可以充满我们手机的、那個、有，就是走在现在这个文化里面的状态，对对对，就用一个手机萤幕的那个宽度，所以你如果用手机看就，就、欸、整个是满画面，对对对对对，我有事，有然后还在那边假装在那边画山来山去，假装在山，对啊，就很多，还有很多那个，对对对，我觉得很有趣啊，大家情节的倒装，然后对对对，是。还没看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对，待会好啦，你今天如果诚意那个够用，然后让我们觉得深深受到感动，我们待会最后再帮你播哦。另外那太好了，那太好了。真的，我们今天、就是、那我一定要表现好一点。要，你今天要让所有听你歌的人爱上你，然后我们希望大家留下来听你唱歌。好，听你唱歌的人一定不舍不得离开现在你在看的节目。
这里是安安大明星，今天来的是新朋友马世昭，现在要请他现场唱他今天带来的第一首准备的 live 演唱歌曲，是《云端情人》。好，我们来听你唱的《云端情人》，喝个水，上工咯，唱歌真好听。那我要站起来哦。随便咯，你躺着也可以。躺着。记得虚拟的攀岩者，全都在等入后尘世了，更新着我记忆里的河，在云端层曲着，潜入了你诱人的唇色，守住了你该有的人格，填补了我遗落。需要为彼此负责，不需要感情的理论，不需要浪漫的假设，我沉沦，删除所有规则，我想谢谢大家，云端情人，云端情人，哇，哎，谢谢谢，哇，是蕊好了，这有蕊好吗？请坐，没，我就说了，你唱的好听，对他们就是享受。哦，那太好了，他们没拍手，就是觉得今天这个人真吵。那太好，那太好。你唱，你虏获他们的第一阶段的那个认同，棒，太好了，太好了。我刚才想过，心想，哎，如果在台湾办的金曲奖啊，可以开放给大家选你喜欢的歌手入围新人，我可以把我这一票投给你。
哇，那是无比的荣幸啊！没有没有没有，代表我自己，我代表我自己。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会有很多，就是我觉得发片嘛，那找一个地方啊，希望可以让自己好好表现。嗯哼，啊，我们一直希望是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帮忙，也不要说帮忙，就是给大家。嗯，这个环境需要听到很多很好听的声音。对，我现在也是很尽力的就在宣传我的音乐给更多人听到。我想应该会，你应该真的会入围吧？我 I don't know 啊，没关系，我是说啊，对，因为希望了，希望可以入围。入围之后，那个要在票选那个得奖人的时候，我再看一下是谁入围。是，可以入围一个什么专辑设计奖之类的。我印象中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听到很新的女生，她好强大哦。是谁？是叫若曦吗？若曦，黄若曦吗？黄若曦是吗？ 是黄若曦吗？之前来的那个女生，大马的女生，很强吗？很强，就是我如果有两票，就是你们一个人一票这样子。那太好了，我投完了，一男一女，我投完了。哦，没有，新人只有一个哈。新人，我在我说先投入围的， okay. 先投入围的，我们就开放我们自己来选。就你的声音让我们觉得很震撼，谢谢。而且那种高音没有。就是不是故意要炫技的感觉而已，不是，我本来音域就比较高。哦，有啊有啊，我觉得这是幸福的，就是一个人要能够唱歌唱成这个样子，就好让人羡慕哦。谢谢，这是所以要好好保养你的喉咙。对，我一直都非常好好保养我的喉嚨。哦，真的吗？我吃饮食很注意的。怎么说哪些比方？我第一，我是很常运动，就很常去，最近很喜欢拳击，就做有氧，这样会让身体比较。肺活量比较好，唱歌都比较好，然后就饮食的话就不吃辣，糖也不吃，然后淀粉也很少吃。这是一直那个一直以来的坚持调配的自己的菜单。我坚持了大概四五个月，我自己会煮饭，哦，对，我自己在家煮饭。那是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在台湾太闲吧？没有没有没有，不闲，我非常忙。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也不用什么其他休闲的，我很多工作的，很多工作的。有有有，工作很重要啊！是是是，我相信渐渐的就更多人会在音乐上希望可以跟你有一些合作。你那么专业，我看了很多资料，他们说你是经过一些国际音乐认证的，你可以去当老师的。对，我之前有考一个英国。皇家巴黎的钢琴的一个考核。哦，钢琴，所以你从小学的是钢琴。从小学钢琴，古典钢琴，对。哦，难怪你有一点，你其实刚刚走出来的时候有一种那个，就是古人穿上，怎么了？你有妈妈来留言吗？啊？那制作人，我可以看到留言吗？我妈有。哦，我帮他接吗？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一直很关心你。没关系，我自己插就好。没有，没有，没有，我把那个放在这里。哦，太好了，太好了。好好，对对对。希望那个我很怕热，我很怕啊，不会不会，是今天那个灯为了让你更帅气的，那太好了，打那个亮亮的灯在你的脸上，是是是是，可以可以可以。对，他突然叫我帮你擦汗这件事情之后，我忘了我要跟你聊什么，就是擦汗这件事。没有没有，当然没有，擦汗不在我们那个原先规划的话题里面。对啊，那要聊什么？来，我们随便聊。也没有啊，就反正听你唱歌，就是今天我觉得最棒的一种给大家的服务，跟让你可以。把自己介绍给别人的方式，是是是，因为你在这里就是真的很新，然后新到大家可能，我相信渐渐资料会越来越多，因为你一定会虏获很多人，然后开始大家去搜寻你的过往，然后你的朋友就一个一个跳出来，你的 Instagram， 你的 Facebook， 你的那个 Twitter 或者什么，你应该在国外都是玩 Twitter 的嘛？ Yeah, yeah, yeah. 对对对，他们就开始去翻，哦，他曾经怎么样？然后也许你最长的头发留到多长？玩音乐的人不是很爱长发不剪吧？是吧？对对对，就开始，哎，改天就会有这种照片就出来。你有特别喜欢什么样的歌手吗？我最近很喜欢西洋的，西洋有一个叫 Labrinth， 就是他最近跟 Sia 跟 Diplo 组了一个团体叫 LSD， 然后。他们的歌真的是超厉害的，厉害吗？大家可以去听一看。哦，那华语的呢？我很喜欢 Jay Sean 跟 Star Chen， 也是我们公司的两个师兄。哦，他们做音乐都非常像。你讲的是那个音乐人，还是他们也做歌手的 ？Star Chen 他是制作人，制作人，然后 Jay Sean 是歌手嘛？哦，对，我都非常喜欢他们。真的，要听一下自己的。你这样太那个了啦，又讲一点其他有从没有，真的我是喜欢他们。那我以为你会讲何润东，何润东是演员嘛？啊，他是啊，他是多妻的那个，又康又可以做很多事的，他是全才，他是我老板，对，他是你老板。好啦，在一个就是有人愿意给你一个机会，然后他自己。我可能要多喝点水。啊，好啊，他需要喝水，来人啊，给他搬来饮水机，啊，水都流出来了，水都流汗。对啊，没事没事，哎，欢迎你，阿咪要不要？欢迎男神，你不要逼他，你不要逼他，他应该会陪着。好，那喝完水就上工，这是你的习惯。对，是我比较免得我有讲话把你那个好不容易补充的水分又弄，我会保持那个声带的水分啊，对对，湿润的。我们两个刚刚就是自己在那边乱换歌，我决定要让你来唱这首歌了。好，什么歌？
就是我们刚刚先商量过的，我觉得先让你温稍微温柔一点好了，嗯，来唱那个败给时间，好，可以吗？好啊，让导播准备一下，导播准备，因为本来我们把那个这歌还没大家比较陌生，这歌的创作的这首歌其实在哪边？这首歌其实我那时候生了一场大病，是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嗯，然后我呼吸。讲话都会有困难那种，然后每次起床头就一直在旋转，一直在旋转，就很晕。每天维持了有两个月的时间，然后那时候就觉得生命好脆弱，就是那时候想很多嘛，因为很脆弱的时候人都会想很多。然后就那时候在台湾吗？一个人吗？那在台湾一个人，对，所以没人照顾我，因为一直之前你不要这样讲，没人照顾，就一线上一开始有人报名要照顾你了。就是我继续讲完嘛。好，你讲。然后就是之前觉得生命很脆弱，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想很多，然后发现我们人类其实很厉害，可以战胜很多病，很多大自然的事情，可是唯一战胜不了就是时间，所以我就围绕着这个我们不能战胜的时间写了这个歌词。你们就是一个科学家，然后一直讲一些那个文绉绉的那个有吗？还是亮，很好啊，头白白是因为刚我们给你卫生纸，然后哦，对对对对对对，你知道那些那个，哦，现在没了，没事，那棉絮舍不得离开你的头，因为你唱歌深深的吸住了他们了。好会讲话，一点点还可以。对，这首败给时间，败给时间，对对对，不要再让你那个喝过的水，然后突然之间，等下他唱一半跟我说他要上洗手间，因为水喝太多，我先喝口水，我就知道，来人啊，随时把那水杯斟满了，他要唱歌了，好。导播应该帮你准备好了，我们来听那个马世昭今天带来第二首现场演唱。败给时间，那我也站起来唱好了。都可以啊，你可以躺着。又来了。就唱半首而已。败给时间，有你坐，我必须说，就是因为就是那个马世昭是一个很精准的人，然后刚刚他在那个自己试音的过程，每一首歌啊，音乐要多大声，然后麦克风高音要多少，有发现这一点，有，然后于是你把自己那个现场调的状况就太像那个 CD player 里面播出来的音乐，就是太像我们从那个载具里面听到的歌。
我们会，他们会怀疑你在对嘴。那没有啊，我唱的刚刚有加一点音都不一样的、啊。我觉得跟原唱不一样。都哦，真的吗？我故意唱不一样，反正 不然大家说我对嘴。对对对、啊，是吧？你有遇过这种困扰吗？没有，还目前还没有。因为我们今天就让你就是整个现场都调得非常的那个精准。是。但我们要证明一下，就这件，就是你今天来是货真价实。我们要就没有音乐，就随便来两句。好啊，就唱《云端情人》好了，就唱最高的那里，什么下载你的爱那里就好了。我下载你的爱，你害入我脑袋，你放肆的存在，有精彩有混乱 ，OK 吗？OK 吗？OK， 当然 OK， 当然 OK。没有，我要证明，我是帮你证明，因为我在现场。然后我刚刚一直在想说，因为你真的把一切的那个，就是所有的项目都做得非常非常要到你接近你要的完美。工整，很工整。没有，那不是工整，那是你的氛围。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棒，就是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特别感受到你今天在歌唱上面的。情感的流泻啊，还有在搭上，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对对、非常有实力的人。就是、把它做到最好嘛。我有、有，我们有这个资源，就是要把事情做最好。对对对，然后我就是想说，哇，天哪，我们唱一颗这么阳春的喇叭，怎么可以帮你的歌声搞得跟像拿了一个什么杜比音响超级伟大的那个器材，做得非常非常。这个器材很厉害。所以就是说，这一切告诉我们，就是原来就是最重要的是你个人的声音这样。对，没有，还喇叭也很重要了。其实、真的吗？他真的还好哎、欸，大家都很重要，所有东西，包括摄影大哥，有，刚刚导播很重要，导播给你那个送上了非常多美丽的柔焦，是，还有很多的滤镜。然后刚刚你就是像在那个云端唱歌的那个天上下凡的男孩，你还没到神，所以你刚出道哎、okay, 还不能给你慰藉。云端情人，对，你从云端来，云端来，就不知道你会飞到哪去。唱歌对你来说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嘛。其实并没有啊，之前啊，你只是这种歌声就练不来的啊。没有，之前就是会很，其实很在意，因为我自己很，你刚刚说我很要求很多细节，是啊，所以我自己会很注意，所以一直会对自己歌声没什么兴趣。你真的很偏执狂到一种那个。很偏执狂，所以我这些歌我都是每天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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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到就是。就是唱完会倒，唱太久会太疲累。我不管，就是练。干嘛这样子？你要为那个。就是。为那个美好的世界要活久，那个声音要活久一点，就是会一直练，练到我自己有安全感为止。所以就是、这么自我要求，到了就是练了很久的。这样可见出他平常日常生活就是一个人啦。嗯哼，就是目前就是比较生活上没有什么太多羁绊，没有羁绊，就是只有我音乐上的朋友有时候会过来我工作室。如果今天说老板放你就是三天假，然后说出去玩不要来上班，然后也不准在家，你要去哪里？三天就好了，一个礼拜他会疯掉。去工作室，一个礼拜他会去美国，因为他坐飞机就可以用到三。对啊，三天真的不知道去哪里，去看一下画展吧。那我们请人家到你线，到线上留言好了。如果马斯到三天的旅游计划，对，大家给我点意见，请他们给你做一个小小的规划。是是是，好吧，我们现场如果有一些那个什么平台经营的那些那个小编，他们可以帮你规划三天行程。是，可以。那你想要在北部、中部还是南部啊？我们提供操作到的。我们想说你在这里要广结善缘，帮你多交一些朋友这样子。我很喜欢看艺术展，所以如果哪里艺术展比较多的话，可以去。哦，要去看艺术展。好，等一下看，就是线上开始帮他规划三天的艺术展的那个，算是一个小小的休闲生活。是是是，特别看，你是看画画还是看？哦，都没有，就是有雕塑、有画，然后有现代艺术也有。你不要再把自己讲那么完美，你这样子等一下会很麻烦。没有吧，就是个人癖好而已。哦，这叫癖好？好天哪，你的癖好太高端了吧？你的癖好怎么显得让大家觉得是一个这么优雅的概念？就是我觉得每次看展就可以逃离就是忙碌的一些想法跟城市的生活，然后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每次都很舒服，就是都去到那个画展的那个空间里面都很舒服。你在念书的时候学的是科技哎，对不对？我觉得是设计，设计跟科技也有关，因为是 UI 设计，是平面，可是是有编程，就网站啊，然后手机 UI 就是用户版面，用户那个叫什么？用户体验的那种设计，对对对， yeah, 就是要打那个。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在讲说这个人就是对说的话，然后跟念的东西都好像不是很一样。
一个比较就是理工的概念，然后一个又感觉是比较。其实我这张专辑，你赶快擦汗，你一直在流汗呢。等一下我们。其实我这张专辑云端情人，其实也跟这有点关系，就是因为是云端嘛，是跟科技有关系，所以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对对对，是是。所以你那个 MV 的设计都是你自己有出一些自己的 idea 吗？MV 我有跟就是导演讨论画面的感觉，然后可是就是剧本那个是导演想出来的，八 ID 的导演味道是。超有想法，超喜欢这个，就那支 MV 真的很适合在手机上面看哎、欸，对，因为在那个电脑上看会有点觉得，哎、欸，我的画面怎么了？我的荧幕坏掉，对，他突然会有剪接下来，这是谁？这 Chloe 是谁？对，都是哎、欸，我什么时候一直跳剪线上线了？这样子是是是，蛮好玩的这个 MV， 大家去可以去看一下。好了，我们等一下帮你播啦。哦，真的吗？那太好了，那你要好好唱，你就那我好好唱，我一定好好唱，啊、真的真的，唱到好，好唱到好为止，唱好唱满、哦，唱不好再唱一遍，唱到好为止。好，那今天就准你唱到晚上十点好了，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唱歌已经让大家在这里就是非常的享受，是吗？而且你的人就是像一，就是像一道舒服的风。只是一道风而已，一道风就够了，风可以吹很远、嗯、然后风就悄悄的来，风可以拂面，然后可以吹过人的心，很会讲会讲会讲，对啊，风才会够 okay, okay. 你以为他吹过的是你的胸膛，没有，他吹过的是我的心，你是一道风、嗯、夏天的时候就是舒服的风、嗯、风啊，您现在想要吹的什么风？西北风。好了，我们停止不停止啊，我们不用停止，我要帮你铺陈，因为你接下来要来唱一首那个算是一个情歌，一首情歌是吧？我没有，这不算是情歌，这不算情歌，但啊，这是一首他刚刚跟我说啊，这首歌我一定要摆在这里。我们两个刚刚在讨论说，我可以调动一下你的歌的曲目吗？他说哦，好啊，那请问你要怎么调动？我说那我们把三四放到一二，然后一二怎么？他说哦，那可是这个的话怎么呢？就是工整，对，我们有从这里来，他没有办法，他最后告诉我说，那照原来的比较舒服。但是他后来又跟我觉得说，他可能觉得说，嗯，哈、啊，他好想调整，那我应该还是配合一下。他说，哎，不然你可以把哪一首调到哪一首？你已经把我心里的想法给说出来了、哦，所以我就说你是一个很体贴的人。今天是。就是你的人也是会让人就是愿意亲近的，就是至少在跟你工作过程当中会是一个彼此都会很受到尊重的感觉，希望不要太然后今天这一段节目啊，看完就是一直在教人家就是可能是一些人际关系的应对，然后啊，我们一直在教礼貌，我们是社会没有谈谈话性节目太多那个，但我再问一些细节，就这么帅的男生一定有一些他你们想知道的秘密，我们等一下唱完这首歌再一点点时间来跟马世昭聊这件事。好，来唱虚荣，虚荣到底，这首歌叫虚荣到底，好好，很难唱的一首歌。真的吗？不会啦，你有难唱的歌吗？这首真的很难唱。哦、好，去听听看吧。我先喝口水。天哪，如果你在这里唱的就是出事的话，那也是新闻哎、欸。这完了，压力又来了。啊、不会啦，来，压力才会做得好。这音乐也要来了。脚踩着高跟，喝香槟，握指定官当后发绿的瓶身，那光照在脸上，代表我尊贵的身份。吃饭就点一张桌，二十人的份。我只是要为我收集，让我们虚荣到底，这样就不会被人看清。让我们虚荣到底，没什么实力也要装作自己狠心。我们虚。路过人多时候，一定要把油门踩大声，这样才能证明我地位超越别人。
你看看我朋友圈里只关注有影响力的人，我是不是很给力？让我们需要到底，这样就不会被人看清。让我们需要到底，没什么事你也要装作自己狠心。我们需要，用我需要，用我需要，用到底。让我们去，用我需，用我需，用到底。我们需要我们。一直以为很多人在看你，其实观察那些虚荣外表的不过是虚荣的眼睛。让我们说虚荣的我们呢 ？OK， 虚荣到底，是不是很难唱？很好听啊，我觉得你唱的很简单啊，还好啊。很难唱、啊，你现在很累吗？你现在很喘。好，你休息一下，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先不休息十分钟。开玩笑，哇，这歌很厉害耶，刚刚好像在看一场音乐剧哦。然后你就是这首，这就是整个剧里面今天的那个主调，然后男主角出来唱歌了。是这首歌比较在专辑里面比较特别、比较另类一点的一首。什么？他就独立成章，然后就是他应该可以当个序曲哎，就是 是你整个专辑，如果他真的是成了一张专辑，就放在序曲那边，然后你加几个 OS 就是就开始了。对对，这首歌其实就是有一种马世昭登场前的震撼表演。对，这个其实这首歌讲了一个是比较沉重的一个事情。你要我分享吗？没事啊，你可以分享啊，当然可以。这首歌其实是我写给以前的自己，我之前很没有自信，我以前很没有自信，所以一直会拿一些很虚荣。你为什么会没有自信？你这么优秀哎，你是人生在某些状态当中一直也都在很上层的感觉。因为之前就是没找到，还是你的朋友都太优秀了。我朋友很优秀，我身边的朋友都很优秀，然后我自己也没有找到一个自我的价值之前。所以就是会很迷失，所以一直会拿很多物质上虚荣的东西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对，花很多钱，花蛮多钱，然后什么就是很物质的东西，买一些就是没什么必要的东西。比方说衣服就是买很好的，然后就是不会啊，真的也是这样值得啊，你这么值得啊，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想？没必要，没必要，因为你有更多其他的。是更多值得投资的地方。哇，你是个很特别的人哎。是吗？是啊，是的。好，很好啊，很好啊。谢谢谢谢。对，但是他还是买的啦。他应该在买之前要先想好。对，买了就不要浪费。可是之后都没有买了，对对，就比较。但他还可以拿出来穿啊。有拿出来，有。所以最近打歌就是可以很多衣服。没有，不是这件是公司的。对，这件是公司帮你做的造型。是。你这次是数位发行，对不对？大概做总共有几首歌，然后在网络上的平台让大家去下载。对，总共这首歌的专辑名，这个专辑的名字叫《云端情人》，那它只会在云端，所以大家要去云端听。好，总共有六首歌都是我自己的创作，然后大家可以去平台，可以说吗？当然可以啊，各大数位平台 ，KKBOX、Spotify， 然后。都可以听到，就两个而已。你看，我要让他都说，他没有，还有网易云，你说啊，虾米音乐，讲啊 ，QQ 我不知道有没有，总之就是各大了，好不好？各大数位平台，那还有就是 YouTube 也有我两首歌的 MV， 那两首歌。
拍的 MV 都拍得非常用心，大家可以去看看，是我们的八 ID 味道拍。然后我们还邀请到了我们很有名的演员，叫林映蕙小美，最近新生代很有名的演员，来帮我拍第二支云端情缘，那大家可以去锁定一下。好，我讲话会不会太多？不会，就是一个很美式的人啊，那就很舒服啦。对，想说有这个机会就要赶快宣传一下嘛。今天就是让你来讲话的啊，因为不然就是主持人问你，然后你也怕你那个。是是是，对。就让你尽可能就开始要进入一些他不爱聊的事情，然后那现在可以进入不爱聊的事情。身高多少啊？身高183，一八三，183。那体重呢？体重我最近量好像72、73吧，算标准身材 ，OK 吗？算了，我不知道啊 ，I don't know。我也不知道。就你觉得一直我觉得还不错，所以你一直以来就是都走风度翩翩路线。平时喜欢的穿着打扮是什么？风度翩翩，我就是全黑，我平常。不穿任何别的颜色，我因为平常不穿任何的衣服，没有，我平常衣柜里面都是黑色，啊、真的？为什么？连就是里面穿的都是黑色，哦、因为本人会发亮的，所以担心就是全身亮、啊。你是很会说，没有，就只好在那个地方。不是，就是、啊、因为我们是你擦汗，你汗好多。是我就是比较 hipster， 就是我们设计师在国外设计师都是比较喜欢这个打扮，就 hipster， 然后那个头发往后拨，就是油头，油头，对对对对。不会啦，今天来就是今天是有专辑的造型，现代的概念感觉，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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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请问人生已经谈过几次恋爱啊？几次恋爱？嗯，几次？对，几次？几次？就来啊，来啊，来啊！对对对，几次恋爱？没有，很会，因为已经进入那个偶像状态了，就是几次恋爱都回来，就是音乐人，音乐创有啊，有音乐创作偶像，是，很好啊，可以当偶像不容易耶，你这么好的歌声，然后也是一个这么有礼貌的人，质感又很好，是啊，真的啊，谢谢。然后就是喜欢的类型是什么？喜欢我天哪，好无聊的内容啊！那还要聊吗？啊，当然要啊，因为这无聊是大家最喜欢的，对对对。喜欢的类型就是就来了嘛，就讲一下那个比较聊得来，我觉得聊得来很重要，就是要所以要沟通，见面就会一直先聊，先换电话，我该不该啊？聊得来就哦好，就是要多聊聊天，多了解一下。你会主动去？你会主动去靠近？我不太主动，所以你会等人家。还是你，可是你就是自然啊，真的吗？就是、你应该会讨厌自己投怀送抱的人吧？我觉得要看那个度，如果太狂的话又不行，所以就是要拿捏的非常。没有这种，所以没有，不要随便自己靠近他。嗯，没有，就是你是朋友，先了解一下嘛，自然嘛。对，我就说叫他不用特别强，对对对。就想要跟他在一起的方法，就是每天时时不时的出现在他附近，然后让他，然后觉得他对你没有 feel， 就可以不用再来了。啊，没有 feel 还是可以当朋友啊。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我就说他有想法，我现在在告诉那些有想法的人，那不要突然间这样子。对，不用太吓到你这样子。对，可以慢慢来。不，就这些慢慢的就是成为大家会去那个，你写的歌其实都跟你之前发生的故事是有关系的嘛，就是刚刚那个是的，马世道特别自己也提到的，是的，是的，所以他都是在你失恋的时候的。有几首歌，像就这么错过跟云端情人，其实就是之前还有 Hang On For A While，都是失恋时候写的。然后你失恋会很纠结吗？纠结会真的，就是会一直想很多。可是有人就这样三天就没事的，你是那种要多久？三天就没事，我不是，我应该没办法。你看我写了这么多歌，就真的应该是要三年，真的，三年都走不出来那种。对啊，就是呀，这种就是对我来说。一直都走不出来，就是。那你在自律神经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子？有一部分是因为这样子。对。天哪，我们慢慢兜出一些那个这个人的细节。是啊。今日细节兜到这里。没关系，可以继续。没有啊，今天最重要就是听你唱歌。我觉得今天就是很 是一个很舒服的下午，然后可以，当然这些就是多认识你的人，就是慢慢的，也许以后你会有更多表演的机会啊。是。然后你如果成为那个 super star 的时候，记得我们哦。那是我们曾经在这边给你乱哈拉这样子。那一定记得。哎，怎么可能？你这是这边起步的，对吧？哎呀，勿忘本，对吧？哦，真的吗？是不是这边起步？来，大家多邀约一下。要，会的，我相信会的。就是渐渐的，就是你的本人状态是很迷人的，就他们应该会，对更多更大胆的方式的人，可能会对你哇，就挖掘出让大家更多的想知道的什么细节。但我今天就是希望你可以尽情的唱歌啦。是，就毕竟就我们也是初相识，如果认识我的话，会了解更多。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哦，你 Instagram 是什么？你要跟叫做 Morrison Ma， M O R R I S O N M A， 然后 Facebook 就是 Morrison 马世昭， M O R I S O N。这个没有人跟你重复的吗？啊，一打下去那个搜寻就会立刻跳出来，就是 Morrison 马，就是你了，没有其他人了，就是。对，因为这个名字比较少见，应该是也还好啊，真的是很爱乱弄他。好啦，okay. 今天准备了四首歌，我们来听你唱的第四首歌。对，第四首歌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一进节目的时候播的那个 MV。是的，就是最近最热播的，然后也是搭着戏的。然后今天我们把那些影像拿掉，就看你就好。好，那这首歌就叫《就这么错过》，是在《翻墙的记忆》里面是片尾曲。嗯，对。然后大家，他那时候没找你去演哦？没有哎，那时候你有去 casting 吗？还是那？我那时候在忙专辑的事情，所以他就跟你说这边做，怎么可能？是，我那时候在忙。你长这个样子，他应该可以把你塞个角色在里面。我演戏我还没什么自信，可以再训练一下，再训练一下。哦，所以你就是有这个打算就对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会有啦，应该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呀，希望会有。没事，就先唱歌。好，先擦一下汗。谢谢，一直冒汗。没事，就妆都花了。好，马世昭来唱歌了，就这么错过，我也站起来唱了。要认真唱，今天带来的第四首歌。
就这么错过可能的承诺，就这么错过悔恨的选择，再次走快离谢谢大家，就这么错过。有 ，you ready 好了吧？这个不用 ready， 他们的手我无法控制。好，你今天唱的很难唱，真的哈、哦。休息一下，休息。啊，你休息一下，你休息一下。你今天唱的还开心吗？开心，有这么多朋友。那你来之前有练唱很久吗？来之前吗？没有，啊、就开了个嗓，可是就是。就一直在练了、啊、这些歌都一直在练，所以对天哪，今天真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愉快的下午，是吗？当然当然，这一个小时为你做这一，希望没有吵到歌，不会我就跟你说你这声音是真的大了点了，但这是我们在这里做节目、也是给来宾也是给大家的一些算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个福利。 OK 对啊、okay. 也可以是他们一起来参与，然后这个环境就是反正公众人物嘛，反正就是应该走入群众里面，是那种概念。是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很适合唱歌的地方，是吗？你不觉得吗？那你们平常会在这边唱吗？平常哦，就唱歌的人就认真来唱歌啊，然后那个演戏的就来宣传一下 ，OK， 他的演戏作品。那你们平常如果不是录这个的时候会平常这里在干嘛？他在开会。Oh, OK， 这是也是上班的那个一个空间，了解，蛮酷的、啊、这边。然后这边是那个三立新闻网的记者们，是是是。然后那边就是那个社群的一些编辑，了解。再往那边走就是，哇，好多人啊 ！Vido， 你上次去参加节目的那个录制的单位，录影棚。对啊，这整个就是我们一个新媒体事业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的详细的介绍，哎、让我更了解了这栋。你毕竟曾经也是一个那个企业家，是啊，你曾经也差一点走入、不算企业家，小。然后就曾经差点就是成为一个贾伯斯，对、啊。然后后来你选择来到这里当贝多芬，这样。好 ，OK， 都开心，都舒服。然后今天这一个小时很值得，你是一个很值得认识的人。嗯，我也很开心来这边宣传。谢谢这么，那要不要再宣传一次？当然要，欢迎你宣传。那就是我最近云端情人的 EP， 里面有六首歌已经上线了，里面都是我自己的创作。好，那大家可以去 Spotify、跟 KKBOX， 还有网易云，还有一些别的串流音乐串流的平台去收听。然后我两首歌的 MV 也在 YouTube 上线了，就这么错过跟云端情人的 MV， 大家也去欣赏一下，因为我觉得拍得非常好。我个人这么挑，我对。画面这么挑人都觉得好了，那质量已经是 OK 了嘛，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听一看。那请大家也去关注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Morrison 马世昭，那我会发一些生活的状态或者音乐工作的时候的一些小分享，一些小事情给大家，可以更了解我这个人嘛。对，记得关注啊。会，他们应该会，就是渐渐一定人会越来越多，听你的歌的人就一定会爱上你，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谢谢。那我想再分享一件事，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就是最近我的师妹陈心学，她也发片啊，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里面有很多很好听的音乐。那不然她来了之后，你要再跟她来吗？我不确定啊，看公司怎么安排了，好吧 ？OK 呀、啊、，OK。怎么了？月底要来的、哦，真的吗 ？Nice，、好。他会来啦，那我要陪他，不用吧？应该他自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邀请你陪他来啊。哦、okay ，可以啊，可以啊。那你愿意？那你就来听他唱歌、啊。我跟他帮他倒水啊，擦汗什么的。OK，Of、okay, course， 他需要一个就是 nice 的听众，然后是 okay,、啊、我会在这边很捧场。当天如果没有工作就来吧。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反正就是来玩。
对，没工作就过，然后再多一个机会让大家认识。所以你可以准备啊，给我们个 special， 你们两个可以准备一首对唱歌。哦，那可以，可以吗？那可以，就这么决定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那没工作的情况下吧，没有就那天就不要排啦。完了，阳光敲了，很帅，是不是？有没有？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你要的什么都有，你在云端呢、欸，现在就是云端，云端那个。蛮酷的，蛮酷的。OK， 那怎么啦？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要说？你想说什么就给你什么、啊。大家记得去关注我的粉专、Facebook， 好不好？好来，他也是一个害羞的男生，就觉得自己该讲的话好像讲完了，是差不多不会啦。慢慢的你会越知道想要跟大家聊些什么，嗯，然后大家就会一直去，希望你也会习惯，慢慢的就越来越多人跟你聊音乐以外的事情。嗯。我不太会聊天了、啊，其实除了音乐以外，都会聊天。好啦，他们爱上你之后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然后你就可以一直认真的、认真的唱。我相信就是很快很快的，你就会办一些什么见面会了。我会努力往那个方向前进，好吧？就也是这样说嘛，对不对？就大家也要看一下你的那个状态。是，很开心这一个小时为你开辟这一段时间的安安大明星，然后给我们今天这么好听的四首歌。谢谢你们邀请，没有什么好那个。送你的礼物，最后就为你播这首《云端情人》的完整 MV， 在那个结束的时间，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除了叫人家叫各大音乐平台去下载你的音乐，跟关注你的 Instagram Morrison Ma 以外，这边还有什么要说的？其实都讲完了，都讲完了。好，那我们节目要结束了、我想一下、哦。好，你想。这一串最近是不是有入围金曲奖？还有 Star， 还没对啊，快公布了。哎、欸，他可以报名吗？他不行。他不是报明年了是吧？哦，你要报明年呢、欸？那没什么事可以讲。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完了、哦，差不多就这样。大家看看 MV，、然后多去单曲循环。有，但我们就会让大家看一个 MV， 然后、那個、好的。谢谢你今天唱的开心，谢谢你，谢谢今天流这么多汗。谢谢。安大明星，谢谢马世昭今天来到现场，下次见喽。拜拜拜拜。安安大明星，给你最。明星，暗暗的明星，陪你们聊到最彻底。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打开手机，新鲜的刺激，流行的惊喜，暗暗的明星，你要的全都在这里。暗暗的明星，你要的不限量供应。新歌，所以我是第一个听的。那我现在弹给你听听看。游戏的是你的扮演者，全都在等入后真实了，更新着我记忆里的河，在云端存取着，潜入了你无人。说出了你该有的人格，填补了我遗落的灵魂。我们不需要为彼此负责，不需要感情的理论。
喜欢吗？喜欢。那你以后会弹给我听吗？那当然的。那我可以永远当第一个吗？我答应你。拜拜。